我身高大，嗰個眼界成績好好喎。自己有冇留意網民同埋粉絲嘅歌名？我有知道少少，但我冇留碌落樓下睇，但我有聽到啲 feedback。我覺得是開心的，因為知道大家會喜歡你這首歌啦，但是我也希望可以做多些不同感覺給大家聽，即是 MV 可能是一個版本，但可能 Live 的時候又是另一種版本，如此類推。咁咧有可能破自己最快超過100萬嘅單曲記錄，真係㗎？係啊，有冇好期待啊？因為我冇計過，所以我唔係幾知道。但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個四個字㗎啦，我就唔再講出嚟啦。如果唔係大家又係呢個咁樣，但係大家自己諗嘅話，可能就會。